早上好 ，Hello， 你上课玩手机？Welcome in Chinese and for some your sibling. I'm Xinyu. 我刚刚起床，然后什么都没做，所以我今天准备给你们看一看我一天的日程安排。在这个视频中，你可以学到非常多有用的日常生活的词语和句子，并且我还希望你们通过我的视频能够自己说一说你的生活安排。话不多说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的一天吧。早上起来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我的窗户，开窗。这是我的阳台，我经常会在这儿伸个懒腰。好，现在我要做的事情是叠被子。我们可以说叠被子，也可以说整理被子，整理床铺，或者是铺床，把被子铺好。那我们开始吧。我现在要吃早饭，我们也可以说吃早餐。我的早餐有一杯咖啡，两片面包，一点小饼干，一些小的坚果，还有一小盒酸奶。那我现在要开始吃早饭了。接下来我要开始刷牙，这是我的牙刷，这个是电动牙刷，那我们也有普通的牙刷，这个是普通的牙刷。好，现在我要用我的牙膏，这个是牙膏，把牙膏挤到牙刷上，挤一点点。好，那现在我就开始刷牙了。那刷完牙以后，我现在要开始洗脸。那我先扎一个头发。好，这是我的洗脸帕，你也可以叫它洗脸巾。那这个是洗面奶。那我现在要开始洗脸了。现在洗完脸以后，我要开始护肤。现在我已经护完肤了，我要去换个衣服。我已经换完衣服了，现在我要开始化妆。好，我已经化完妆了，现在我要梳头发，梳头。我会拿一把梳子。然后我要戴一对耳环，戴耳环。我已经收拾好东西了，我现在准备出门。我现在要先戴口罩。戴帽子，然后穿鞋，关灯，然后开门。我的车好像已经来了。啊，这个是我的车吧？是这个吗？现在，哦，我打上车了。以前打的是 Uber， 但是这个车。不知道为什么是一个的士。嘿呢，我到学校了，给你们看一下学校啊。Hello， 加快脚步走。
403在哪？你好，小薇薇，你是北方的，他是他在中国叫做肉夹馍，肉夹馍是西安的一个水果。鸡肉丝啊！好，我现在休息十分钟，然后会继续上课。Hello， 我现在下课了，马上要上第二节课了，中间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。不是，副词，副词，副词，很好。来，我们说 first and last。几推一学年只有两学期，otherwise， 否则我刚刚上完课，我下课了，现在要去办公室，但是我的同事，他是我的最好的朋友，他是朱老师，我好久没有见到他了。我们一会儿要去吃饭，我们刚刚上完课，现在我们准备去吃饭，我们吃什么？吃泰国菜。啊，好啊，吃泰国菜。好，那我们要打车吗？对，打车。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，是吧？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。我也不知道我昨天哦，昨天我都忘记了，工作太多了。好漂亮啊！你看我们俩，我拍个照吧。那个对，一样的，这两个一样的。我们现在坐上车了啊，我们要去那个。泰国菜去吃饭，岛上对不对？对啊。我们现在就是来了一家泰国菜的餐厅，然后现在我们要点菜，看一下菜单有什么。47。Yeah, your name is spicy. Spicy. Yeah, spicy. Thank you. Oh, and we want a four.Vegetable or shrimp? Vegetable. Thank you. 太来了！期待你的剪辑啊，好棒啊！真的好棒啊！但真的不是我的平常生活的。吃一下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。好掉。这是一个人一个船哎，一个人吃完饭了，现在走一走，然后就回家。晚上还有课，但是现在阳光还挺好。到家啦！现在是2:30了。我现在去换个衣服，然后我准备去睡一觉。有点困，因为晚上还有一节课。对了，我想告诉你们，我家来了一个新朋友，是在上个周搬进来的。我给你们看一看他。你看，他在我的阳台上安了一个窝。鸽子小姐，你好呀。我现在准备睡午觉了，因为我有点累，我准备睡半个小时，然后再起来。那我们午安啦。我现在洗个衣服。我刚刚洗了衣服，然后现在准备去工作啦。我现在准备工作一会儿，因为要处理一些事情，并且要备一下明天的课。我已经工作完，然后把我的东西也收拾好了。我现在要去学校，我在下午5:00到7:00有课。提个垃圾袋。
单手扔垃圾啊。OK， 我决定去坐 mini bus。mini bus 在这边就要便宜很多，坐一次就三磅。要去那个地方坐那个 mini bus。干嘛干嘛？还能？我成功的坐上了 mini bus， 我也不知道我坐的对不对，因为我跟他说开罗大学，但是他可能不太明白。我一会儿看看我到底坐的对不对啊。我下了 mini bus， 然后我现在可能还距离我的学校有700米左右吧，我要走到我的学校去。哇，后面的阳光好好看啊，漂亮啊。又到学校了，我很喜欢这个小道，这个小道很漂亮很漂亮。有你们，有你们负责，非常好啊！有谁负责啊？很好，来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啊。我刚刚上完课了，我现在要回家了。现在是7点钟，你看月亮出来了，伴着月亮回家。你们要出来吗？你们要在我的视频中吗？你是他是我们的老师。你觉得我怎么样？真的厉害，真的厉害，真的厉害！你上课玩手机，还想提早放学啊？你喜欢我的手机？我到家门口了，这个月亮好大呀！现在我回家了，有点晚了，那我去换个衣服，就开始做晚饭。我今天去那个超市买了这个西红柿鸡蛋，不是西红柿，鸡蛋面，然后就准备晚上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，然后就只要番茄和鸡蛋就可以完成了，就很快很快。那我们开始做起来吧。蛋打开，我现在要准备开始做这个面条，我的油可能放不多了，有点，然后它会迅速的凝固，快速的把它炒一炒，拌一拌，差不多了。就不要下的那么多，一坨够不够啊？再来一坨，可以吧？两坨。现在边煮就边放盐，那我们就等一等吧。哇，满满一大碗。好吃，不是吹的啊，是真的好吃，就是我都能说我自己做饭好吃，那真的就是好吃。来吃个虾，吃个虾。咬一咬啊，但我觉得我今天拍着视频，我没有办法认真的吃饭。我这样，我先吃完，我们再继续啊。不得不说，我真厉害，我把它全部吃完了，果汁也喝完了，这只能说明真的很好吃。然后我真的是猪。现在我去洗碗哦。现在到了洗碗环节，那我要开始洗碗了。
我本来打算去睡觉了，但是我突然想起我的 Instagram 视频还没发，所以我现在要做一个 Instagram 的视频。我做这个视频会很快的，十分钟就搞定了。好，现在开始做。现在到了洗漱时间，我现在要卸妆，然后刷牙、洗脸、洗澡、睡觉。那我现在先来卸个妆，把头发扎一下。我也卸一下。现在我要刷个牙，刷完牙再洗澡。我要洗澡了，这个不能给你们看，所以我要把门关上。我们一会儿见。我现在洗完澡了，准备开始护肤，抹点水。今天过得好快呀，然后我现在非常困，我要睡觉了。我希望看完这个视频的你也能够说一说自己的一天是怎么样的。那我们下周见，我是Xinyu，么么哒。哦，我的妈呀，衣服没晾。